同学，大家好，啊、呃，欢迎我们今天再来到组织行为。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讲次呢，是第十三讲，有关于。 群体行为，所以同学，您可以参照课本里面的第十章群体的行为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之前谈到了一个组织行为里面的个人行为，我们谈到个人的动机、学习态度等等的议题。今天我们就要从个人的行为进入到群体的行为，一样照往例，在今天一开始要跟您介绍一个群体它的一个内容组织，它就是。 红十字会，这就是今天要跟您介绍的个案。呃，为什么选红十字会呢？因为它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间组织。其实，红十字会呢，它是起源于一八五九年。啊、呃，当时有一位瑞士的银行家，名字叫做亨利·杜南，他呢目睹当时的欧洲苏法利诺战争的残酷。 死伤遍野，所以他当时就号召了一些有心人士，成立一个民间的救援组织，以便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呢，能够及时的救助伤患。慢慢慢慢的呢，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以及呼吁，受到国际上的一个啊、呃、民间以及政府的重视。而我国呢的红十字会是在一九零四年。 当时是因为日俄战争啊，在东北战场上，那当时的死伤也非常的多，所以就当时的受害者，就大家集结组成了我国的红十字会。所以我国的红十字会呢，是目前在近代史上历史算是最悠久的一个民间组织了。它经历了战乱啦、啊、疫病啊、灾荒啦、啊，对国家也有很多的贡献。 啊，国人也非常的敬重他。其实红十字会呢，它有一个完善的组织。它除了总会之外，它各地还有一些的分支机构。它不只有正式的组织，还有一些民间的非正式组织。那我们就稍微来为红十字会的组织来跟各位做一下的说明。其实我国的红十字会呢，有一个健全的组织。刚刚提到，它有所谓的总会。 分会还有知会等三个部分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称它是三位一体啊，就是这三个是互相的协调的，彼此之间互相的支援，能够同整整体的一个组织功效。所以我们通常这是一个指挥的群体。好，可是呢，他所办理的业务呢，我们常听到红十字会有协助。 找人呐、啊，通信呐、啊，探亲呐、啊，等等，还有一些的国内外有一些的灾害，必须呢，呃，透过他们来协助。而有一些的灾害又是突然发生的事件，我们又看到常常有很多的游泳的训练，或者是 CPR 等急救的训练，这也是红十字会他们所提供的服务。因此呢。 除了以功能以指挥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之外呢，事实上单是以群体的功能没办法来满足一般的需要，所以红十字会还有所谓的专案或者是任务团体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一九九九年的九月二十一号，台湾地区发生了规模七点三的强震，那大家知道这个是九二一大地震。 当时的死伤人数呢，高达两千多人，受伤呢近万人，是台湾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的天然灾害。所以，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，红十字会马上成立了专案小组，不只是救助，甚至是在救灾救援人力物力上的一个资源跟调配，他们呢都尽了很大的力。 啊，也协助灾后的一些的重建工作。刚刚有提到了，还有所谓的全民的 CPR，在全国的各个地区，不管是啊正式的呃公营组织或民间团体，甚至学校啊，都有教啊一般的民众有一些急救 CPR 的尝试。甚至于游泳训练等等啊。红十字会呢，就依它的功能成立很多不同的团体，它还有所谓的志工团体。 广招了一些有志之士、热心服务的民众，大家成为一些的志工，帮助一些的弱势啊、身心障碍的人士，从事一些的技能的训练，或者是啊他们的一些的辅导等等。这些充分得到了啊全民热烈的回响。这个就是红十字会。我们借由红十字会的一个个案，它的组织，我们来想一想以下的两个问题：您认为在个案的一个？ 啊，红十字会的组织当中包含有哪些不同的群体？其实，就我刚刚跟您所提到的一些的分享里面，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为两大类：一个是正式群体，一个是非正式的群体。正式的群体是它的一个组织的功能架构里面所明文规定的，他们的一个系统；非正式的呢，可能是啊、呃，因为当时的环境的需要，或者是因为职工的需要。 啊，大家呢，因为热心公益，所以组合而成的一个团体，所以大概可以分为这样的群体。那当然呢，你也可以说它有正式的指挥群体，比如刚刚跟您提到的总会、啊知会、分会等等，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团体，比如是因为临时的天灾而临时组成的一个专案团体。所以呢，这又有这样不同的类型。好，谈到这里，我们继续第二个议题，我们来想一想。 专案团体跟指挥群体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看到专案团体跟指挥群体，指挥的群体呢，它是为了一般正常的业务的运作、一些的类型性的工作，还有业务的发展、整个群体的发展，它去做一些的规划。而专案团队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根据特别的一个啊、呃、事件，为了要完成特定的目标。 他所组成的团体，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群体的行为，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一个内容跟您做分享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进到今天的一个呃本讲重点里面。 在今天的重点呢，大概有如下几项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说明什么是群体的行为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讨论，那么在组织里面，群体的类型大概可以怎么分为哪些的类型啊？并且，我们要介绍整个群体的发展，在这个群体的生命周期里面，划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。 并且我们要进一步来来探讨，在一个群体的结构里面，它包含了哪些的呃要素？所以我们会分析群体的结构。最后，我们来说明什么是团队的行为，以及团队的一个有效团队的特征又是如何呢？好，这就是我们的重点。休息一会儿，我们继续来跟您分享今天的主要内容。 在今天的一开始呢，首先我们要对群体稍微来做一个定义。其实我们之前谈到的是个人的行为，那什么是群体呢？以人数来讲的话，它就是不是一个人了，那么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，彼此互相去影响，相互依赖。 为了要达到他们特定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，我们就称为是群体了。所以事实上，刚刚我们可以看到，群体可以分为有正式的以及非正式的。正式的只是明文规定了啊，目标非常的明确；非正式的就是可能大家诶、哎，为了共同的兴趣而集合在一起了。好，那么在还没有进到群体的类型之前，我们就要先来思考了。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？ 有群体的产生呢，也就是加入群体的原因包含哪些？这个时候呢，可能我就要来提醒各位，您可以从马斯洛我们之前所谈到的需求层级的理论，是什么原因让个人想要加入群体？您还记得马斯洛的一个啊金字塔的需求层级理论吗？当然，在最底层有所谓的。 生理上的需求，或许生理上的需求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我加入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里面也有人种菜啊，我是养猪的，所以为了生理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呢，互相，哎，我来养猪，你来种菜，我们大家互相的交易，哎，这个商业行为就形成了。好，还有一个更在这个之上的加入群体的理由是，譬如其中的一个就是。 安全，我为什么加入群体呢？因为我一个人感到孤单，我感到不安全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一块儿来帮忙我，大家一起来互相帮助。第二个就是归属，大家在一块儿，所以呢，我们寻求社会关系的一个彼此的连接，就有了归属感了。第三个，有了归属感之后呢，那么我们成员彼此之间。 互相的认同，不只是彼此的接纳，而且有自我认同。我们也有自己的尊严，所以有一些认知上的自豪，这就是所谓的自尊了。除了安全、归属、自尊之外，很可能加入这个群体，因为这个群体很有名，有特殊的贡献，所以让我觉得，哎，这个群体为我带来了名声以及社会地位，也就是地位的要求了，地位的需求了。 更有甚者呢，加入这个群体呢，让我可以谋取到在这个群体里面崭露头角，呃，发挥成就的一个机会，也就是获得一些的权利地位。所以这也是我加入群体的原因。更高层次的，就是我达到了一个自我成就，甚至于我可以集众人的力量。 来帮助我完成，当我一个人没办法来完成的一个目标，所以可以帮助我达成目标，这些都可以能是加入群体的一个原因了。了解到群体的定义以及加入群体的原因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讨论了。那什么是群体的类型呢？刚刚提到可以分为正式跟非正式，所以我们又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发现。 群体可以发啊、呃，分为有指挥群体、任务群体、利益群体以及友谊群体等等。我们一个一个来为您说明。首先是所谓的指挥群体，或者是我们称为功能群体。 为什么叫做指挥群体呢？因为它是在整个的组织结构之上，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挥链，也就是它非常明确，包含上司、老板以及下属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它是一个垂直的指挥链的关系。因为受指挥的各个部门下面又有它不同的功能，可能总经理下面有生产部、行销部、财务部等等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指挥群体，我们又可以称为是。 功能群体啊，我们所谓简称的产销人发财啊，什么叫做产？生产部门，销呢？行销部门，人呢？人力资源部门，发研发部门，财财管部门。所以下一次周老师提到。 产销人发财，哎，就指的就是这几个功能部门了。在这个指挥链之下，总经理下面又分为这些产销人发财的这几个部门，所以我们又可以称指挥群体，又是所谓的功能群体了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除了指挥群体之外，另外一种的群体类型就是任务群体了。任务群体就是为了要达到特定的任务。 而组成的群体，这样的专案团体呢，其实在有些公司里面很明文规定，它是一个部门，就叫做专案部门，有特别的专案经理。那么什么样的专案呢？其实没有一定，随时什么样的案子都可能进来。那么再有专案经理再下去做同证。有些的公司呢，它的专案部门呢，啊是没有特定的部门来负责的，它就是。 凡是有事情发生，那么就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啊来处理，这个叫做任务群体。第三种要跟您介绍的是利益群体，顾名思义，它一定有某种的利害关系的存在。 所以我们称为利益群体，那么也就是有一群共同关心特定议题的人，这一群人在某一个议题上，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，所以由他们来组成，就称为利益群体了。另外一种呢，它是属于一种友谊的群体，这个友谊，哎，由人际关系、友情啊，大家为了某种特定的兴趣而结合在一起的。 当然，您可以说了，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哎，每个礼拜天下午，就是一群人，可能呢，啊、呃，上完课之后。 大家呢就到操场去集合，或者每天下午放学之后，大家就到操场或篮球场去打球。这一群人就是为了特定的，他们想要动一动，舒活筋骨，或者是因为念书念太累了，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兴趣是打篮球，所以他们就不约而同的到特定的地点，大家一起打球起来了。我们可以称他们是友谊群体。 当然了，有一群体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，譬如，哎呀，想要跟学校争取好一点的篮球场设施，哎，可能也会转变为什么利益群体跟学校来争取。所以，以上大概是常见的这些的群体的类型。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就是，人有一个人格发展的一个历程，您还记得吗？上次我们提到。 啊，伊尔克森的自我建成发展学，如果群体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啊有机体的话，那么它也有它的一个发展历程。只不过它的发展历程，我们稍微给它简化一下，大概呢可以分为形成期、激荡期、规范期、执行期跟解散期。所以，一个群体它也有它的一个发展历程，我们大致可以分为这五期。 以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明，什么是形成期、激荡期、规范期，还有执行期跟解散期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形成期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一个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。所以群体呢，他们开始呢聚集在一起，他们有共同的目标，唯一让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目标了。所以呢。 在这个时候呢，整个的领导权威规范还不是很清楚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就好像同学，您刚开始进到学校去，刚开始的第一天或第二天，老师只告诉你哦，你被编到几年几班，所以你就进到哪个教室去。那你为什么要来？因为你为的是终身学习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只是为了特定的目标。 我希望来学校读书，因为我为了终身学习，而跟我在同一个教室、同样一个空间内的这些人，是跟我同属一班的，我们的目标一致。可是对方是谁呢？可能我不认识他，彼此之间还不是这么热络，只是我知道他是跟我一样，为了要终身学习而跟我在同一个空间一起学习的伙伴。我也知道，大概未来我们会有几年的时间在一块儿。好，这个是。 形成期，第二个阶段是激荡期。所谓的激荡期，就是彼此之间开始有互动了，也就是彼此之间开始有一些的啊、呃、挑战了啊。呃 也不一定是很强烈的冲突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很可能大家聚集在一起，哦，开始要开班会了。那么有老师说了，好，我们开始要选班级的干部。那要选谁呢？其实当时大家还不是都很熟悉啊，所以可能选你，可能选你啊，彼此之间都有意见。那么我想要选他，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很认真的样子。而我隔壁的同学可能又要选另外一个人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的意见的分歧。 OK，啊，彼此之间也有一些的测试，彼此之间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底线。每个人都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，这个时候我们称为是激荡期，就是在形成期之后，而整个的规范还没有形成之前，就叫做形成期。当这个群体的一个领导阶层开始被决定之后，也就是说，大家在选班代表之前，大家都可以各自表述。 各自选自己希望的候选人，可是当班代表经投票一决定产生之后，好，大家就公认而推举他为班代表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当明确的领导阶层确立之后，激荡期就告一个结束，就进入了下一个所谓的规范期了。好，第三个时期在群体的发展阶段里面，我们称为规范期。顾名思义，规范就是要建立这个群体的规范。 可能是班代表啊，可能是选出来的风纪鼓掌，大家就开始要订立一些的规范。最常见的规范就是所谓的像班级公约，或者是大家呢，不见得是有书写明文规定的，没有明文规定的所谓的默契，哎、欸，这也是一种规范。大家开始有一些的互动，借由互动之间发展出一个紧密的关系，甚至是默契。这个默契。 造成大家一个行为的准则，大家愿意遵照这一套的准则或者是规范来行为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规范期了。那当这个默契或规范或准则诞生之后，规范期就告结束，就进入了下一个所谓的执行期了。其实前面这几期从形成激荡到规范期，都是为了后面的执行期来做准备。为什么？大家要开始进入。 达成目标的一个实际的运作过程当中，所以我们称为执行期。执行期呢是整个发展阶段的一个核心啊。那么必须在这个执行期里面，因着前面所累积起来的一个领导或者是规范或者是默契，大家全心的投入分工合作来完成组织的目标。那么执行了一个阶段之后啊，中间可能是几年呢、哦，也可能是几个月。 当任务达成之后，就面临到所谓的解散期了。什么是解散期呢？就是群体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呢，呃，开始面临，呃，解散或者是重组了。当然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有些的成员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过去的这样子一个努力合作，大家呢，留下的怀念特别多，我们也有很好的组织绩效。 可是也有人会觉得怎样？哎呀，好可惜呀、啊！我们呢，必须要另外啊、呃、阶段的一个开始，所以面临啊呃暂时性的告一个段落。所以我们说群体的它发展阶段大概是形成期、激荡期、规范期、执行期跟解散期等这五个阶段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跟您分享群体的结构。 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些群体的类型，还有群体的发展阶段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群体的结构，也就是说，在一个群体里面，它包含哪些的要素，或者它包含哪些的变数。好，呃，在群体结构里面呢，通常包含的变数或者是要素包含角色、规范跟从众、地位系统、群体的规模、群体的组成。 以及群体的内聚力等六个变数，这六个呢是任何一个群体都必须要具备的，所以它非常的重要。可是它也会因着群体类型的不同，而在这六个变数上呢，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一个啊表达方式。好，第一个要跟您介绍的是角色。 什么是角色呢？角色就是在这个系统当中，在这个群体当中，或在这个社会当中所担任的职位。因为担任了这个职位，所以呢会被期待具有特定的行为表现。这个就是角色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在一个群体里面，当主管的，他就要被期待。 他要会做规划，能够组织，能够负责领导，又会控制整个的资源，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角色的扮演。他被期待，他应该来扮演这些的角色。从员工的角度，他的角色扮演就是要接受上级给他的任务，并且呢，尽忠的、尽力的、有效率的来执行，这个就是角色了。那么角色的规范呢，通常在公司里面，有些他会诉诸于文字。 担任这个职务，他必须要做哪些事情？他的职能如何？他有哪些的啊、呃、职务必须要来完成？有些是没有诉诸文字的，而是别人的期待啊。好，第二个呢啊、呃，要跟各位分享的结构里面的一个要素，就是所谓的规范跟从众。规范呢，在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了，所谓的规范，有些是正式的明文规定，大家一致遵守的。 啊，譬如刚刚所说的班级公约了，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行为表现。可是也有一些呢，就是所谓的默契了，它不见得是诉诸文字，可是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啊，这就是所谓的规范或者是从众，因为大家都这样，所以无形当中它已经形成一种无形的规范了。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地位系统了，地位系统就是所谓的 status 身份地位了。这个身份地位呢，是组织的成员给这个个人呢、啊，他在这个组织里面或群体里面或社会里面所定义的身份或者是等级。这怎么说呢？举个例子来讲，在一个公司里面，公司可能会说啦，哎呀，一个公司里面啊，最主要。 的上面有董事长、董事会、总经理，下面还有经理等等这些的职位，或者是所谓的代表一个地位的职位、身份地位，在公司的组织架构里面明文规定了。有一些的身份地位呢，也很可能是透过非正式的组织的一个明文规定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工会的领袖，或者是一个群体里面的意见领袖，可能在。 组织章程里面并没有明文的规定，可是呢，因为大家认为，呃，他很能够表达大家的心声，所以大家这样就公推他为一个一见领袖，这就是所谓的地位系统了。好。 第四个是所谓的群体的规模，群体的规模呢，呃，我们通常照正常的逻辑来思考，人多力量大咯，所以呢，当人数比较多的时候，那么团体或群体的力量应该就会随之而扩大了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有些的组织的规模就是越大越好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就常常在想，举个例子来讲，平常呢发功课要小组讨论。 一个个案给同学，有时候说，哎呀，三个人一组、五个人一组跟七个人一组，好，同学一定会很希望怎样？哎，人多嘛，多的人哎，聚集在一起呢，人多力量大，发出啊、呃，发挥出来的果效就会比较大。可是有时候不见得啊，为什么呢？有时候呢，三个人一组做出来的报告跟七个人一组做出来的报告，其实就它的品质来讲不会差太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多有时候有些人会怎样？ 搭便车的心态，所以我们称为是所谓的社会赋闲的效果。所以一般呢，在群体的规模上，有时候呢，很值得我们来探讨，多大的规模算是一个能够发挥啊、呃、效率达到最好的一个规模？这个呢，可能就要按照产业别的不同、事业单位的不同而进一步的做探讨了。好，除了刚刚提到的角色规范。 地位系统还有群体规模之外，第五个变数呢，在组织结构里面，我们称为是群体的组成。群体的组成就是群体里面的成员的组成，也就是它的组成分子。有人曾经说了，呃，当组成分子呢比较呃同质性高、呃，可能绩效好。也有研究显示。 要一直性比较高一点，也就是说，跟我在同一个组织人，跟我的兴趣专长不一样，那么呢，我们的组织绩效会比较好。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呢，还没有一定的定论。不过接下来的要素，这个是有定论的。组织里面的内聚力，内聚力就是什么呢？彼此之间吸引的凝聚力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。当一个组织里面内聚力越高的时候呢，大家呢的规范。 大家的一个想法就会越一致了。好，介绍完这些群体的啊、呃、一些的结构之外，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团队了。团队跟群体有什么不同呢？是的，如果我们说群体是一群人彼此互相借着互动、互相依赖的一个结合，我们就可以称为是群体了。可是呢，所谓的团体或者是团队，是又更进一步，除了群体之外，他们又更进一步能够互助合作，产生集体的力量。 这个才是团队，所以我们说呢，团队跟群体一样，都是人的集合，都有他们要达成的目标。可是呢，他们也有一些的不同。那么这个不同呢，我们就用刚刚的例子，可能呢，放学之后大家到篮球场啊，不约而同去打篮球，或者是有一天学校说我们要组成一个篮球队，要为学校去争取全国篮球杯的冠军。哎呀。 这个时候就从一个什么群体，可能是友谊群体，转而围成一个什么团队了，篮球队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借由这个案例，我们来比较一下群体跟团队有什么不同。第一个，我们说目标不同。第一个目标是一个是运动的兴趣，一个是要争取冠军。第二个，彼此之间的互动不同，一个是随机的，另外一个是怎样紧密的。 第三个角色分工不同，一个是尽可能拿球得分，另外一个是一定要怎样，前锋跟后卫要大家分配工作。第四个协调不同，呃，群体的协调是随机的，可是呢，团队的协调是非常怎样严谨的、明确的，还有在绩效的表现上更是不同。一个是兴趣运动。 一个是要争夺冠军，所以我们发现这些的不同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一个有效团队的特征。综合刚刚所说，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有效团队，它必须有清楚的目标；第二个，它必须有攸关的专长跟技巧；第三，它必须互相信任；第四，有一致的承诺；第五，有良好的沟通，并且有很好的协商技巧。 第七有一个很好的领导，第八他必须借由这个领导或团队去争取内外部的资源，好让这个团队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一个动力。今天的分享就到此，我们下一个讲次继续跟您分享群体的行为。再见。